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時移世易啊，即係愛國戰士真係好有手尾嚟㗎，係嘛？咁咧，依度咧就係李元滿嘅旗杆啊。咁咧就似乎佢哋個做法都係做掛七日喎 ，OK？ 掛咗七日，咁嗰啲旗啊全部就拆曬啦，啊！咁就唔好好似以往咁樣嗰啲國旗區旗咁樣周街咁樣跌咗喺度啊，咁樣成啊就冇咗個回事。啊，咁啊，即係費事人有話病。